现在为您带来这一首也是非常好听怀念的歌曲，这是来宾说这样子叫做春风刮虾，我们会唱的一起唱哦，为您带来这一首春风刮虾，谢谢。七点开始哦，提早半点钟开始，5月29号，希望咱大家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平安。